大家好，今天是2月26日，星期二，欢迎收看本期《怼文啪啪啪》。首先是明星简讯：王宝与小彤与海璐分手后又搞姐弟恋，与《如懿传》蕊欣扮演者陈小云坐地铁约会被拍，其牵手还放到陈小云腿上，疑似热恋中。张嘉倪回应在米兰拒绝与偶遇网友合影后遭臭骂蛇精脸，称自己是身体不舒服，并感谢该网友夸自己老公，对网友大赞张嘉倪脾气好，并怒斥网友道德绑架。你们真的是啊，太霸了。王鸥翻牌回复杨幂黑粉，让其改 ID 姓名，被骂绿茶。对此看热闹不嫌事大的网友还艾特刘恺威、唐嫣、刘诗诗，问他们啥想法。你们不要这样了。接下来是影视剧方面的消息，没有秘密的你官宣海报及视频被赞超好看，其为金汉这对甜度满满的姐弟 CP 也激起网友好奇，想看废柴一姐如何泡到年下中全。下面则消息来自综艺圈，大兵小将雷佳音打电话遭易烊千玺高冷对待，结果雷大头一句话说的千玺害羞低头笑。以上就是今天怼文啪啪啪的全部内容，我是米思瑶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